大家好，我是建筑工人盖伊。进入工地，请戴安全帽。盖伊，你有戴安全帽，可是怎么没穿衣服啊？建筑工人新衣。OK， 我是建筑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吃饭了啊，好饿啊、喔！终于到了、喔，左右转哦。Hello， 我们到了，放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才正要开始上班。正要开始而已、喔。我总共会有三个目标要达成哦、喔。三个目标是上班了，不要混了啦。准备等一下，十二层楼，我们要先休息一下。不用再跟你休息了，直接下班了。直接下班，开什么玩笑？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《太阳下的男人》。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来吧。来了来了。瑞哥、哦，我都还没开始工作，我已经汗流浃背了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啊，这个汗臭、今天瑞哥要带给我什么样的内容？总共会有好几个关卡，那目前第一个关卡呢，就是要去捡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削冰削片。你能想象所有的板模要固定在一起，要用什么东西固定？我就是用这个东西哦，它这个这么小，然后可以固定，所以它要非常大量的削片。我平常在健身房都在剪钢片，这个怎么清？我就剪满一桶，剪满一桶，十分钟，这么简单？是，所以我就是一路拆嘛，这个十分钟，然后装。不行，人家煮完了你还拆，你要下去让你拆。是哦。那、啊、我可不可以找代打？那个，等一下，一人帮我剪100个，好不好？老板可以吗？喂，超能力，没有啦、欸。那如果我们十分钟没有剪满一桶的话，就是薪水扣500。扣500。不行吧？所以才是考核啊！需要先有人帮你示范吗？不用示范，我直接来啊！反正我就是像成龙一样，打到手。不会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快点，走了，走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来哦，十分钟倒数，开始。好，来来来。手套直接湿掉。然后剪这个的关键就是什么？水桶要跟着一直移动，你看哪边削片多就往哪边走。现在过了一分钟。啊，一分钟了。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弯腰蹲下的动作，但我发现错了，是一个一直蹲着的工作。可以七分钟了。屁啦，哪那么快？倒数七分钟。哇，这里好湿哦。哎，时间还有多久？倒数五分钟。哇，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神奇的机关？给它放进去就对了。这个。你确定欸？这可以吗？这个很重欸，这一个大概抵十个削片欸。就是这个概念嘛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对，它那这种水泥欸，这个不可以。你要剪那个，干脆剪这个啊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啊，干这个。哪一个？哇，剪到宝欸！我知道这个。哦，剩下三分钟了。剩哦。哎、欸，剪到宝、啊！哇！别人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加油！这个蹲着跟练深蹲一样吗？深蹲还是累一点啊，但这种慢性的肌力的疲劳累积是很可怕的，因为它会让你很痛苦，但是你又撑得下去，所以你就一直做。来，最后一分钟了，要被扣500块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量已经。这一区超多的，该时间到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
没有倒数。快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功能盖伊的快乐就是这么无私无我。我先找工头老大回报。哎，老大。帅哥，你自己拿看看。哎，小 case 啦。小 case 吗？你要二头弯举八下。不行，我都不行了。这个有多重？应该四十多公斤，四十五。瑞哥这样四十五公斤有几个？有几个？可是我发现有点滥竽充数。什么滥竽充数？怎么可能有滥竽充数这样的事情？哎，这个不是瑞哥，他有他的名字，他不叫滥竽，他叫什么？连接感。他叫做连接感，这是我们工地呢常常用来连接用的。来，关主，来你先拿看看。好像还有点轻哦。等一下，十分钟哦，毕竟中间还有各种不同连接的方式。对对对。关主，那这样子遇到这种偷鸡摸狗的新人啊，你们都怎么处理？什么偷鸡摸狗？没有，我们不要说偷鸡摸狗，我们可能当作他不是那么了解这些五金配件的用处，他误会了。这个量可能真的不及格，这个可能今天的薪水500块就消失了。讲真的，十分钟可以捡满一桶吗？要有一些技巧，可能手上要拿夹板，然后在我扫地的概念，这是我们板模新人必经的道路。必经的道路嘛，第一天上班要给点肯定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怕明天就不来了。第二关就不来了。第二关哦。第一关失败，第二关 go， 来到第二关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吧。啊，捡一桶嘛，哈。它这个是活动的，是，所以可以伸出的。所以你要小心你的手在夹到。它是支撑用的，支撑上去住。夹手，哎，推的时候要，这不要抛开方向。这个手势，哦，单手肩推，这边大概20根吧，我10根推完，我上去接10根。瑞哥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很好奇，因为我刚在剪那个削片啊，我发现很湿，就到处都是水，可能很常下大雨干嘛？但我就在想，因为水泥我们现在防水都还没做，哦对，所以这样下雨它不会影响吗？可能工程会严重落后什么？反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有一个环节叫做灌浆后的水泥养护，灌完的隔天或者是出泥之后不断的洒水，这是一个在水里面把养护的。那好了，该开始啦。那你要先在下面哦。好，先在下面。关主怎么称呼？关主人。哦，我们都叫家宝，出去直接来，直接来啊，手背会夹到吗？来哦。哇塞！等一下，你们会戴护目镜吗？会。哦，那没事了。我看到会那个哎，这怎么会？那行。想一下哦，这一根应该16公斤吧。第六根的盖伊，第七根。这根。十。OK， 感受到下面的力量了吗？比想象中的还要累一点。我刚出来这个动作，你们有没有可能比较省力、比较一般会用的动作？基本上第一个先避免被夹到，然后抓着拉起来之后顶一下，直接就上去。地上拉起来的话，就直接抓。拉起来。对，它推的时候就直接推到底，到底的话真的不会那么累。对。但你到一半 hold 着的话，你反而就是越 hold 越累。该毅，那这个动作你觉得跟健身什么姿势很像吗？我原本以为很像肩推，因为它是一直这样肩推，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就像举重物一样，拿起来还是很多手臂弯曲的力量。所以教官的二头肯定是粗的吧？二头，来一头，第一头去交流。他在，所以等一下换你在下面，那我在上面。一般我们也会教问他说要打哪一个脚比较好拉。哎。开始了吗？怎么你那么快就渡进来？好，那我们第二关开始哦，来吧，来来来 ，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啊塞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放这个很不顺手。大一速度跟不上了。不是啊，这不好放啊，我先放好了。我慢慢来，接还好，我不会摆啊。
根了？几根了？第七根，第八根。嘿，哇，敲到，没了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哇哦，搞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太讨厌我。不会啊，我第一关结束就很讨厌。接什么接？这个接我要白跑。对，不错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十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个就错误了。没办法，那个阿红，我就砸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这真的很难摆，还是我全部就这样平躺在地上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一定都要立起来。所以这个，这个是你放的哦。这个，对不对？算了吧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及格，及格。对啦，耶！所以我们一胜一负。下一关，下一关。正式着装，才总算变成板模师傅要开始讲地方。所以前面只是暖身，不可能吧？是做板模，我们是板模师傅，我们总算要来盖房子了。我是建筑工人盖衣，我们要盖衣，终于要开始盖了，还在打杂，就还没有成就感。如果我有铺水泥的话，我就要在上面盖我的掌印。盖衣看起来更像师傅了。I'll be back.干嘛啦？赶快去定定啊！工地在走，态度要有。我怎么突然之间装备升那么多？那肯定的啊。对啊，我们刚刚第一关我连衣服都没有，对，我现在有没有全身？嗯，也不像有，也不像有。这一关总算让你定到板模了，不然怎么叫板模师傅？要不要先帮你量一下长度？哇，这个28.6。有请关主。关主，我多一支撬棍。我他二合一哦。这至少要2年以上才有这种饭。真的假的啦？看你的帽子，跟那帽子也差不多。对，我这个好干净哦。你这电风扇有电风扇？好爽，赞呢。这叫双面的。我先示范第一片，我们要把它两张夹起来，这个叫做脱模油，会比较好拆模，所以你比较不会粘在墙板上。这看起来有图跟没图一样哎，对，它是水性的，一片一片照顺序铺。如果没有对好的话，其实会很麻烦。从同边开始弄哦。对，照顺序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交棒吗？没错。那我可以跟你换那一根吗？好的。我发现二合一好像比较好用，这个先借你。是是是，拿到一个要弄2年才有的装备。OK 的，那我们上工喽。我靠，这个很重哎。对。这个深度是 OK 的吗？可以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可以了。下一片，还有下一片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就是超能力，没办法，我这两片弄了快半个小时，现在只要请佣兵。不得不说，刚刚在旁边看，你的理解能力蛮高的，这个顺序还不错。很多人即使有这个装备，理解能力没那么高。我觉得很靠经验啦，你们做久了一定会找到省力的方式。是，我觉得超级无敌累。房子就是地基没弄好，上面就歪嘛，就很难敲回来。所以前面很重要，宁可把前面弄稳一点。是，观念很好。尽管过程有一些落差，但是收尾还是要收得漂亮，拿出职人的精神，完成最后的段落。哇，这前面谁弄的、啊？好好盯哦，跟我前面完全不一样。搞定。
定完了。那么久，中间遇到了一些困难的地方。是，关主跟我们的很多弟兄，对，中间有稍微啦帮忙一下。好，那关主他表现怎样？100分，态度很好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看来第三关还是有敲出一些东西的吧？毕竟一面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吧？是，不是吧？通常是一间一个人完成的。盖伊刚刚一个人完成了几面？不要说面了，说面这格局就小了，三片。又偏这一关呢，算是该也成功了。Yes， 我们要往第四关前进哦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放饭了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Nice。第四关就是要拿我们中午吃的便当。该不会要从一楼扛着一堆便当上来吧？没错，大家都不想要下去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赶快去拿。学长们应该都饿了。是，出发。OK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我刚刚想说。已经剩下三楼，然后我刚刚看一下，啊，这边是七楼，哎，你想太多了，想得太轻松了。重训过后有氧还是要做一下。哎，如果你们走在路上，然后看到这样子的工人，会觉得工人都这么壮吗？会啊，会吧，做工的人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基本上我们会轮流下来拿给他。哦，所以我是今天的值日生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可以吧？一气呵成，12楼而已。你们跟得上我的脚步吗？那瑞哥，我今天第一天这样上班可以领多少？
这个要详细来算的话，第一个你没有穿衣服扣500，是。你刚刚第三关的时候脱模油洒出来太多，浪费材料。再扣500，然后你总共就是借的嘛。借来的。对，所以要再补贴300给他。然后你在安全帽有电池嘛？对嘛？有抽风嘛？这个要。这不是我要求的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是。这也要算。要浪费电，所以扣一扣，你今天的薪水就差不多了。是差不多了。然后等一下还有便当。还有便当、凉水哦，所以我今天这样子忙到后来，我赚到了一个便当，就是差不多，谢谢你哦，对，也算有流到汗嘛，也算是健康的一个，今天的运动量已经够了，是，谢谢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你真的很慷慨，对啊，太棒了，这样才有赚到钱嘛，对，心情很好，是啊，不然怎么变企业家？我很好奇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平常放假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消遣活动？喝酒，喝酒，下班放假的时候喝酒，隔天。先休假，然后去三剑客。我去三剑客喝酒？没有，骗人呢，真的有来呢。有喏，永和刚开幕的时候有去。学长全部都是我粉丝啊，真假的？真可能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Guy， 最前期的时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uy。哦，那时候很青涩啊，那时候赔钱在做人。对啊，就像今天。便当吃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你的便当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一直朝思暮想的大鸡腿？哦，大鸡腿。所以下班放假就是有在健身、喝酒、放松。没错。还有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是不是工作完之后还会再去健身房运动？你们不可能吧？你们有人工作完会去健身的吗？有啊。有吗？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大量流汗的时候啊，一直流，到最后面的汗其实不会臭。汗不会臭吗？没有，你是嗅觉是麻痹。好，瑞哥，吃饱喝足了，要继续上工了吗？没有，收工了。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工地，我觉得工作就是这样，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要么身体很累，要么精神压力很大很累。我觉得工地算是属于身体很累的部分。因为我没有实际来工作过，我看起来大家感情感觉蛮好的，就革命情感蛮深的，会一起吃饭，一起休息睡觉，我觉得至少心理方面是放松的、轻松的这样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目标，要把它盖好，然后有时间的压力。如果这时候大家不团结，共同分担东西的话，就好比说刚刚很简单的拿便当，如果都同一个人一直拿一直拿，其实压力就很大。哦，所以才会轮值日生嘛，对不对？盖一，那你觉得今天的运动量够了吗？我觉得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超过。平常健身一天90分钟，这边已经弄了大概4个小时，是已经超过了。今天我也是湿到有，我站着还在湿，还在湿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想认识工地生活多一点的呢，可以去追踪太阳下的男人。我的 YouTube 就是搜寻太阳下的男人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想要知道更多湿作系列的话，也可以参考我的频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谢谢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